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李吉他的这个五月天的限量版。那么首先我们看这支琴呢，它在这个纸板的这个14品处标注是第461支。那么作为李吉他的 Mayday 的限量版啊，这个是我们常见的普通版。那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配置。这支型号呢叫做 Mayday M-SP1。那么 P 的意思呢就是 Maple 枫木啊。我们这支背侧板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虎纹的枫木，那么做成了深色的这种染色。面板呢采用的是云杉的单板，背侧板呢采用的是枫木 Maple 的单板。那么琴颈呢采用的是 Mahogany 桃花心木。那么我们在它的弦钮上可以看到，它的弦钮呢采用实木，在6个弦钮上分别有 Mayday Mayday 五月天的限量版。那么纸板呢采用的是乌木啊，我们看这个图腾呢实际上是五月天的这个5个卡通的人头像。它的琴码采用的是乌木，同时它的 nut and saddle 上弦枕和下弦枕呢采用的是骨质，同时它的这个弦钉呢也是乌木。那么这支琴呢会搭配一支限量版的白色的或者是黑色的琴盒。那么让我们来听一下具有中式美学设计的李吉他的五月天的音色吧。